12月16日下午，范冰冰在微博晒出全副武装自拍照。照片中，范冰冰红唇大墨镜，足戴可爱小白帽，坐在车内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摆出不同的自拍动作。粉丝纷纷留言赞女神好美，大墨镜好酷好帅。也有人调侃，在车内穿羽绒服不热吗？还有不少网友齐声高呼李晨的名字，希望撮合他们俩，还是觉得李晨好点儿。